这边呢，可能是由于海水的这个海床非常浅的原因啊，很多的海藻呢都被吹上了岸，所以可以看到海鸥在这儿进食啊，很多海鸥在这儿进食。你看这个水非常的绿啊，这边就是因为有海藻的原因。我现在下去看一下，我拍一只海鸥啊，但是这边不太好下，我得找一条路线下去。我为什么不在那边下呢？操，二逼了，二逼二逼了！我从这面下这回，这我他妈的为什么选择大石头的旁边下呢？这有这个，哎，人你看，有的时候脑袋就犯傻。哎呦，这边沙子好多呀！我要拍这只进食的海鸥。哎，进食的海鸥，哇操，这海水上好大，这就是黑海呀、啊！近距离看黑海，海鸥在这进食，这浪还拍不着它，那海鸥挺会躲，你看着没？又来一波浪，这浪太小了，浪。你看这个水上很多这个海藻都被往上吹，看到了吗？拍照。带上来，带到这边形成了一个海藻带。啊，